啊，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你可以走了，快点。来，你过来把你的工资拿走。啊。你过来把你的工资拿走，要还是不要？不要的话我就不给了啊。要的话你就过来。拿。他没有，他保不了你的，我跟你讲。什么咄咄逼人？咱们是愿赌服输的啊，来，快点。快点，举报，快点，来。哪有那么多公平嘛？快点啊，你不来的话，我工资也不给你了啊。快点，要不要工资？要不要？哎，说话，你打我一顿吧。啊？你打我一顿吧。我为什么要打你？你不要搞这种啊！我靠！脚来踹。哎哎！啊！你是不是想讹人嘞？直播间所有人都看着啊！起步是想干什么？他也想讹人呢，还是干什么？那个前两天我真的是做错了，你那个打我。我都是啊，不，我不打你。哎，你不要乱动！来来，你干什么？快点打我头！哎，你其实你不用这样子。啊。我今天前两天我是啊，我跟你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其实你不用搞成这样子。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学生带过叫过来当着他的面把你拉走，也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不会让你没地方去的，他肯定会给你安排你到他爸爸公司里面去上班的，说知道他不会的啊，那会不会那就不管我的事了。哎，我也想好在这个地方上班，我很喜欢在这个地方上班了，现在没用了，没用了，都说了不要你了，看到没有，直播间我直播间家人们都说了不要你了。那我打电话给阿梅，让阿梅打我吧。我之前是对阿梅那样子做。哎，你不要搞这种，你搞这种干嘛？我打电话给打出那三个字来，打那三个字，顾不上。不要等一下搞违规了，我靠，你这干什么？我给阿梅说嘛，阿梅道歉嘛，我好好跟阿梅道歉。哎，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你不要搞这种负能量，我跟你讲，你这干啥呢你？那个最后一次聚会嘛，王菲没机会了，来二我们工啊，收款嘛，给我要不要钱？你要不要工资？那个，你就最后一次给我机会吧。然后这次的话，你直接给我直接罚款吧。罚款啊？不罚款。你快点了，拿着收款码给我，快点，我不想再偷了。你的工资我是来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算啊，你上了9天班对不对？你一个月是4000块钱工资是不是？然后一天就是133块钱的左右，一天就是133块钱。我都给你都算了，我算你一天150吧。我给你1350，知不知道？把手机拿来，来收款。那个我真的，哎，你不要搞真的什么假的，来来，快点收款吧。1350啊！哦，那我。王菲跟我好像上了15天了吧？你刚刚不是说9天吗？才9天吗？好像是15天，好像是15天，我刚十五天还是9天？15天，好像是15天吧？有2天请假了的吗？我那15天的话，13天吧，13天，那两天请假的话，13天，哎，13天吧，13天，我明天查你的考期啊，是不是13天？我明天看得到的，乘以一天算你150嘛，总共是1950啊，对不对？你自己算一下。我是真的啊，你不要跟我真的什么假的来。
50元。我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个工资发给他了的啊、哦！赶紧离职，可以走了，快点。把这个保安服脱了，然后走了。好吧。免得你穿着我们公司的保安服去外面胡作非为，到时候人家找到我们公司里面来就不好。把公司把这个公司工作服脱了。去找保一下。衣服的话我穿什么？我穿着。啊，不能让你穿着，快点脱了。万一你穿到这外面去搞鬼，那人家找到我公司里面来怎么办？我不会的。哎呀，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快点脱了脱了。衣服的话，脱了。衣服的话我喜欢，它穿着舒服。啊，什么穿着舒服？你喜不喜欢不关我的事，你这个公司的衣服不能拿让给你穿了。你听到没有？脱了，快点。衣服的话，送。哎，你不要搞那种，不要搞那种，快点脱。脱，马上脱。衣服家里面我那个宿舍里面衣服。外套脱了，帽子脱了，这个裤子上没有什么标记的话，你穿走也无所谓。那我去家里面，去宿舍里面。把帽子和外套脱在这里。快点把衣服脱过来啊！衣服我穿。不行，脱了，快点，脱了。那么多，这不是衣服多不多的问题，这个衣服也不贵，就几十块钱，你脱了，哎呀，几十块钱，我就给我穿了嘛，这个。这不可能给你穿的，万一给你穿了，你拿到外面去胡作非为乱搞啊，把责任推给公司人怎么搞啊？别以为你还是我公司里面的人。现在脱直播间人们，可能咱们直播间新进来的，从今天才开始走进王菲直播间的，就会想着啊，对，脱过来了，可以走了，哎呀，不要影响，不要两个公司。可能你们新进来的这些家人们啊，可能会觉得王菲哥，因为不知道情况的那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戏太合了啊，怎么的啊，跟一个保安过不去那种，但不是这样子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如果你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些作品，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啊，可能有些人知道了，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就是阿梅她现在说是每天，因为我公司是每天下午5:30就下班了。阿梅直播家人们，我跟你们澄清说，阿梅，我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她在公司里面上班这个工资太少了才会去外面摆地摊的，她是公司里面我这个公司的话也都是技术活，所以开的工资算是都算是比较高的了。阿梅给她开的是8000的底薪，给她开的是8000的底薪啊，不是，8000的工资嘛，一个月8000嘛，阿梅开的8000的工资啊。不是因为钱不够，他是说他的意思就是阿美的意思就是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嘛，所以他就因为5:30就下班了，5:30天又还没黑，又不知道去做什么，然后他就是想着自己去外面摆摆摊，卖点东西什么的，能挣一点是一点。然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没有？知道了，顾不了打个知道。看了我今天发的那些作品的应该都知道，没看我作品的应该都不知道。然后我作品上艾特的有阿美的账号，我明天就教他怎么把他的东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卖也行，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卖也行，是不是？我明天就教他把东西上到直播间让他卖。这样子的话，我希望咱们直播间以后就是多多支持一下阿美。
多多支持一下阿梅，因为确实也不如意，真的，对不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一下阿梅。比如说你们买东西，你们想要什么东西，让阿梅给你们找，让阿梅给你们寄货，你们在他那里买，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阿梅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谢谢你们了啊，我替阿梅感谢你们了啊。然后你们也不要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谢谢你们了啊，我替阿梅感谢你们了啊。然后你们也不要说是我说的话他呢又觉得不好了。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各个姐帅们啊，现在直播间9600个家人们啊，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团啊，咱们的那个非家人成员是7989个，咱们9400个家人里面啊，愿意加入王菲粉丝团的，就是加入了王菲粉丝团之后，你的网名前面会有非家人三个字，只要你加入了王菲粉丝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愿意加入的点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点开这个黄色的小心心，加入个粉丝团好不好？没有关注的先点个关注，点了关注那个小心心才出来，点开那个小心心加入个粉丝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还有今天特别的感谢我榜上的阿梅姐，还有刚才走了那个小夫妇姐、娟姐、同志哥、四四发发大哥，后面的所有各个姐姐刷一遍啊！今天晚上咱们直播间有很多人都给王菲刷礼物，支持王菲啊！谢谢你们啊！不说了啊，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马上到这个11点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早点休息吧啊！明天我带着大家去看阿梅这个摆摊摆的怎么样，好不好？行不行，家人们？咱们明天见，公屏上打三个字，明天见，好不好？来，今天我就先下播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再见。